台湾日嘉年华将于九月十号、十一号呢个星期六、星期日喺北区车市会举行。呢次嘅嘉年华分为表演、美食、童玩以及工艺四大主题，其中台湾原住民泰雅舞蹈团以及布袋戏星五洲掌中剧团带嚟充满台湾本土特色嘅表演。另外，仲可以欣赏到六港春之宴会带嚟嘅春仔花技艺以及猜面人、画糖等手艺。嘉年华从上昼十点开始，入夜之后仲会有精彩嘅夜市登场。社区及商业快速。